今天点赞咱过一万的，今儿不二十吗？明儿本主任给你挑战三十。不是，耿团长，你又给我整一个阳光棒骨头呢？这不昨天你许下一誓言吗？超过一万赞吃二十根。妈呀，真到了？那还能不到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可咋整？吃呗。那你不吃咋整？那牛逼都吹了。我用你教育我呀。你吧，以后说话你寻思寻思，过过你那个大脑，啥都往出勒勒呀。我一天给你操多少心呢？我用你管我呀？那我不管你，谁能说了你？不是啥口号是什么？工作要干好，饭钱不要少。不是，对不对？必须得吃的。告辞。不是，啥？注意点，出去。哎，过来管我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零件天天给我。哎呀，吃呗，还能咋的？哎呀，来嘛了！就本主任吃羊棒骨这一块，兄弟们没服过谁，真有意思。咋操的？你看今天点赞咱过一万的，今儿不二十吗？明儿本主任给你挑战三十。你看那别人吃完以后，我的妈呀，这家血都呼哧了。当你们细品啊！哎呀，你看主任绝对真实，尝了啊！当你们看视频就完了啊！有一点切镜，不是一镜到底的啊！你直接取关吧。这刚才一天把我气的，三口青菜都忘了。老规矩啊，三口青菜。嗯，甜的。嗯，补补心脏。来个我的口腔小香水。其实肉挺多的，哎，兄弟们，这又死头了，骨啊，这在里头呢，不耳赖啊。一会儿得收拾，记上点啊。几个了？查没呀？通了啊！整烂套了，这都空的啊，都空的，主任都放下面啊，就这个是不空的啊，有个死头的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空的，来吧，
兄弟们啊，你们实在太忙太累呀、啊。你要是太累的那站的话就别点到一万了啊、哦。又来四头的。哎呀找回找。就剩一个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他拉没出来，气韵丹田啊。赶紧的兄弟们啊，主人一点不敢赖，你们来吃啥呀？嗯，真香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哇，牛棒骨，看看有多大。这手跟它没法比哈、啊。来吃个棒骨，就是瘦肉比较多。咱们先吃点肉，然后吃个骨髓。最好吃的还是骨髓，看看有多少。哦哟。还是骨髓香。
味道，没谁了，香。